到了拉萨了。已经到了拉萨了。这一次西藏义诊呢，早晨起来从首都机场，现在呢是已经到了拉萨，下飞机了。我义诊的地方呢是西藏日喀则市南木林县艾玛乡。我明天呢还要去日喀则市，今天先到拉萨。咱们十五号、十六号、十七号、十八号，看看能不能有缘在西藏艾玛乡，让这个西藏日喀则市南木林县艾玛乡，咱们能不能有缘相见啊？附近的朋友们可以来。有点高原反应，说话有点迟钝，大家多理解。